我们这里不详细讲，详细的话，这个测试关于测试，我们有详细的讲座，就是大家可以去参照。这里是把那个让他把这个代码，主要是以讲生成代码为主啊，就需要生成哪些代码。我们可以，如果他没有生成的话，那我们就可以让他生成。然后因为这个代码需要格式化，用 ESLint 和 Prettier。Prettier 的话，这里边包括安装依赖，然后生成这个 ESLint 的这个配置文件。ESLint 的.js 的配置文件和这个 Prettier 的这个 config 的配置文件，这里，然后包括这个 package， 然后这个 package 点 json 里面加上这个命令，然后最后我们用这个 npm run lint 或者 npm run format， 这里都测试过了啊，就是 npm run format， 就是 run lint 的话，它已经现在不需要这个，就是ESLint 的这个东西在 run 这个 Prettier 的时候会自动运行，就是现在这个新的版本是这样的，这个给大家简单展示一下这个，比如说ESLint 的这个.js 的配置文件，然后这个 Prettier 它这个里面有点Prettier 它这两个文件有点，就是一个是带点，一个不带点的啊。我印象中，一个是不带点的。这个 Prettier 的 config 点解释它也不带点的，那么这个都不一样，配置的格式可能也是不一样的，啊，也是不一样的。它是用 modules export， 它是 JavaScript 的。这个 Prettier 的 config 呢，它是也是 export 的一个东西，所以说这个里面最后让他去执行这个代码格式化，应该就是包括把以前的这个早期生成的代码都按这个标准格式化了，然后我们还生成他这个 GitLab 的 CI 代码 ，CI 设置代码，这个就是创建这个点 GitLab 点杠 CI YML， 这个就是说这个是什么呢？就是当我们 push 把这个代码 push 到 GitHub 上的时候，他会执行这个。build test 和 deploy， build type 和 deploy， 这个就是我们需要验证完了才能去做最后这步验证，就是先本地要测试过了以后，它会在服务器上就会 build， 然后就是发布到 node.js， 然后应该会有 deploy 的时候要指定到 deploy 到哪个地方去，哪个地方，比如说生成这个 node image 啊之类的，然后。怎么去 deploy 这个后面我们再详细去理解这个它 deploy 的这个一些设置，我前面没有详细给大家讲过这个，因为这个 deploy 的话涉及到它最后的运行环境。然后我们再看还有一些生成了什么代码，这个其实这个后面还有很多代码，就是我们其实我自己可能也记不清了，就前面这些基本上。就是设计，根据设计者自己的知识范围，就像我的知识范围来定的，就是需要做一个系统，需要这些东西。其实还有很多呢，因为自己如果你想不清楚的话，我就让这个 ChatGPT 确认还有哪些代码没有生成，然后让他帮我们补充生成。在后面所以他补充了很多，第一个是路由配置，这里面就是说以后这个 user management， 它你可以通过。其他的组件去调用这个东西，把它当成一个页面啊，所以是只需要给它配置路由。配置路由的话，就是生成这个 app routing module 点 ts。那我们这里就可以就在这里 app routing module 点 ts。以后这里会是随着组件呢越来越多，这里会就逐步增加这个东西。逐步这样，包括这一般的它是作为页面的，作为页面的，那个路由才会有的。但是这里，它这个其实页面跟这个组件，本质没有太大的区别啊，没有太大的区别，就是因为这个页面就是多个组件组成的，可以说理解为副组件。那这个组件的话，也可以做子组件相互引用，本身没有这个本质的区别的，然后我们再看这个。路由的配置，然后状态效果，
状态和效果。其实状态和效果里面，就是前面比如说我们其实已经生成了，那是从本地 load 的这个方法。这还有现在它比如说我们要更新这个用户，那更新这个用户，那就是这一连串的。首先这个 users actions 里面要加一个更新方法，然后这个 reduce 里面要把这个更新方法给用起来，给用起来。更新用户的时候怎么处理？然后这个，这里的写法呢，其实跟原来有点差异，但是很容易也看得出来，这里就是他定义这个，他是想 export 这个范个型，user reduce，他这里所以说这里这个里面去调用了这个 underbar 的 reduce，但原来这个代码里面，他可能直接就是大家仔细看的话，就直接把这个方法。就是 export 这个 user reduce 这个范个型，就是把这个范个型的名字直接是用这个定义的，然后这里前面直接用了 export 也贴在上面，就没有下面这一块。然后 effects 这个里边，因为你这个更新用户的话是需要去调这个 user service 里面的这个 update user 的，所以说同样的在 user service 里面，你要给它时装去更新用户，就下面这个，就下面这个东西，就下面这个东西，你要，就是这个 user service 就是它是去访问这个访问 REST API 服务，然后访问完了以后，它需要进行本地状态管理，本地状态管理就这么一个，这样保证它是异步访问，然后可以本地缓存，然后这个还有。啊，那就我就后面就哪啊，就是直接让他，就是我觉得他没有讲完的东西，让他继续，然后再加入这个全局错误处理，全局错误处理的代码，global，就是跟就前面我们也看了，就不再细讲了，就是这里面，就把它拷过去，这个加了这个全局错误处理的话，如果全局发生全局错误的话，这个系统不至于崩溃，然后，把这个。就是全局的错误记录下来，但是记录下来的话，这里面就是我们加的这个模块要注册到系统的这个模块里面，要记就是先把它引进来，然后在这个 provider 里面给它加进来，给加进来。这里面具体因为这个其实就是简单的，我们拷贝一下，非常非常容易。然后这个创建这个 HTTP 拦截器来。就是添加认证头和处理错误，这个前面我们在安全认证里面讲过，就是这个拦截器，就是你需要去访问这个 HTTP 服务的时候，你需要把这个就是我们可能需要得到这个 token，就后台服务需要给这个发一个 token，发个 token 以后呢，每次访问的时候我们需要把这个 token 带上，这样保证确保一定程度的安全性。确保一定程度的安全性，这个就是因为你不知道你有哪些这个服务会就是要去访问，如果每个里面去做这个的话，那就很麻烦。所以说做一个拦截器以后，以后只要是碰到这个 HTTP 的这个访问的话，它会自动把这个东西加进去，自动把这个东西加进去。然后这个，但同样的拦截器模块做完了以后，也要在 APP Modules 里面去注册这个拦截器。把这个 provider 这个，给它注册到，就是我们刚才做的这个 class，给它注册到这个，它有类型，就是这个像前面的话，它的类型是 allow handler，global allow handler，它的类型是这个，然后这个拦截器的类型是 HTTP interpreters，这里面都在这里给 import 进来的。然后相应的还有很多啊，这个环境配置就是我们一般的一个应用程序，它有一个 environment，它这里面和一个 environment product，就是你 homebound 运行的环境，我们到时候只需要把它变成 homebound 就行了，就是参数设成 production，把 production 这个参数设成 true，它就会访问真实的这个 environment product TS 里面的设置，然后本地。开发测试的时候就访问本地，这个 API，这个
这个是一般还是比较方便的。然后认证和授权，认证和授权，我们因为我们就是这个里面需要用户在做这个之前需要登录，或然后取到这个刚才那个 token 或者什么，那我们这里这个在认证服务里面，我们要加这个 login，它这个 login 吧，它这个用那个 credentials 就是前面我们讲的就是可能有点问题啊。有点问题，这个 credentials 其实，就是说这里面应该是原来就是两个字的啊，可能我那个改的是有点问题，就这个 author service 里面，如果是用用户，这个有两种认证方法，一个是就是你这个用户密码可能还需要加密的，用 credentials 那个来处理，然后。或者把用户密码放在一个 credentials 这种字段里面，然后同时给 post 上去，然后也可能是直接是用户密码，那是比较简单的这个加密方式，然后还可以加这个 logout。同样的，这里边做完了以后就 author guard 点 ts，author guard 点 ts 就是我们author guard 点 ts 呢，就是说。就登录过了以后，登录过了以后，这个这里有 is authenticated，要能判断这个 is authenticated，就是用户是认证过了，还是不是认证过了。然后没有认证过的话，就是让他去认证，就这么一个过程。这个 author service 的话，其实还没有这个 is authenticated 这个方法，这是目前的这里面的一个缺陷。啊，自定义管道。自定义管道这一块的话，就是我们现在还需要可以加很多这种，这个管道的概念，就是我们在基础知识里面，就 Angular 的基础知识里面讲过这个东西可以，就是组件里面的绑定的时候可以让它执行一些方法。像这个方法就是说把这个，比如说输入的东西变成这个，或者显示的时候变成这个大写，这是都是比较简单的几个方法。Highlight 的话，APP Highlight 的话，就是把 element 的这个 color 变成这个指定的这个颜色，变成指定的颜色，就是到时候在这个里面做的时候呢，就比较方便。然后这里面做完了以后呢，同样的我们要在这个，它这做了一个 CI Models 里面去注册。这里面我们也做了，就是有一些共有的这个方法，这个里面我们加一个下一的模块，加一个下一的模块，下一的模块把这个里边一个是 highlight 或者一个是 uppercase 这样的这个方法，给它这个在这个下一 modules 里面给它注册啊。其实，然后这个 CI modules 应该是也需要在这个 APP modules 里面去注册的。我看注册了没有？CI 的，可能没有注册，可能没有注册，所以说这里面还有一个缺陷，还有一个缺陷。最终的话，系统启动的时候都是启动的是这个模块，这里面很多模块啊，都是直接在这里像服务啊，这个模块都是在这里面注册的。就在这里面注册的，然后我们它这里面还有一些响应式表单，这里面就是另外一个 component user form 的 component，它是给我们做了一些其他的这个例子，user form 的这个 component，另外就是加一些新的这个组件，响应式表单，然后，还有这个样式和主题的修改。样式和主题的修改，如果大家想要修改样式和主题的话，就在这个 APP 的这个根目录下面有一个 style.scss，这里面可以做调整。后面还有进一步的调整，进一步调整就做出这个，就是让它从这个 Angular Materials 这个主题继承，然后可以设定这个我们自己的这个主题。这里的主题就是这样，
然后多语言支持，多语言支持这里面出了一点问题啊，就是这里安装，这里安装不是太成功，不是太成功。其实也可以手动去做，然后它就是我们假如做了一个 welcome 这样的一个页面啊，做了 welcome 这样的一个页面，这个页面里面呢，使用这个 add welcome title 去标识，这是一个这个 welcome 是一个这个多语言的东西，然后。目标呢，就是把这个所有的关于这种东西都找到，找到，然后把它这个收集到这个 local 这个里面，然后我们把这个 welcome title 给它，就是说根据这个文件名字是什么，然后写成自己的，翻译成什么，默认的是英文的，然后，我看看还有一些什么。但是可以做的，就是创建这个模拟服务和数据，就是我们要测试，因为这个现在比如说，没有后台服务啊，就是假如没有的话，我们怎么去测试？这里要创这个 mock backend 的 service，然后在这个测试中使用这个 mock backend 的 service，这里面我们这里也是已经创建过了。就是，Mocha Backend 的 service，是在这个 APP 里边嘛？Mocha Backend 的 service，然后它要引用的这个东西还比较多啊，就是这个，如果是这个里面像 Angular in-memory Web API 这里没有的话，那我们要把它这个引进来，把它引进来，就用 npm 去装，这里它是。就是所以说也是需要懂一些基础的知识才能把这个东西玩转，这个东西玩转。然后这个，制定主题，我们刚才已经看到了这个，就在这个 CSS 里边，要制定主题。然后这个制定主题啊，这里放进来以后吧，它当然还需要制定图标，我们需要把这个，就做一个。icon register service，做一个 icon register service，并且把它注册到这个 app 点 modules 里面。app 点 modules icon register service，刚才这个 mock backend 的 service 也是注册进来的，然后这个也是注册进来的。注册进来以后呢，我们在这里启动 app modules 启动的时候。去调这个 register icon，它这里面就是有一个，就是我们可以自己为自己我们这个，因为这个是 PWA 的应用程序嘛，对吧？这里边 icon register service 这个时装，然后这个注册，然后它这里面可以在这个系统的 asset 里边创建一个 icon custom icon，用 SVG 去指定，就是我们为我们的系统创建一个这个。icon 这里还没有做完呢，这里面是空的，应该找一个这个 SVG 的图像文件代替它，做我们这个应用程序的这个主题。然后后面还有一些啊，就是这个还没有这个完全给这个放上来。然后还有很多这个，比如说像这个性能优化，性能优化这里面可以做软加载。软加载，包括这个，用 Express 引擎，然后创建这个渐进式引用，创建渐进式引用，就这里面应该已经加了啊，已经加了，然后还可以创建库，设置代理，就是我们如果说，就是有时需要这个跨域的话，跨域访问的话，要设置代理，然后可以做 Docker 的这个脚本，做 Docker 的这个脚本，就是让它在这个 Docker 设置 Docker，然后还有这个很多，就是其实我们需要的话就可以，然后这个包括日志监控的一些移动设备优化，这个很多这个环境里面的设置，做这个 SU U 的设定。
做 SU 的设定，然后这个配置这个 course，这个后面还有很多，就是然后配置这个一对一，这个前面我们已经做过了啊，一对一的这个 spec 的点 test 的这个其实前面已经做过，然后配置 lint 的这个规则其实也做过了 ，pretty 的这个再次。他这个再次做过，然后这个配置这个 git 的钩子啊，这里面让 git 去执行这个代码格式化和这个增加的这些东西，还有这个 webpack 进行 webpack 打包。这里就是我们简单讲到这里，就是也就是说这个使用这个指令能生成，基本上就是能完成我们现在这个代码生成、测试代码生成这样的一些工作，包括配置很多，可能以前这些片段，这里我们集中给大家讲这样一个应用的这个生成。大家有兴趣可以跟我们联系，就是我们这个，这样我们在这个除了 Angular 还有很多地方，因为懂得这个指令以后吧，在很多地方都是可以使用的。